我们的袜子可以最根本去分解人体流汗的味道。 MIT 台湾在地生产，独家研发制作，从原料成品到销售都经过严格把关。那像我们家都是喜欢自助旅行，那我们也是长时间在外面走，通常都是只是背一个包包，那个袜子就很好，我们就是穿一双带一双。我以前有贴肌贴，因为脚踝有受过伤，我就再也不用贴肌贴，我直接穿这个绷带运动袜，它就有360度的包覆的效果。